嗨，各位母鸡粉丝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是我们小莲啪啪走的时间了，我是你们导游小莲。不过大家会想说，今天怎么会有位客席导游呢？对，他是新加喜。那这样讲，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了吧？就要去韩国首尔 ，Let's go！好，那为什么今天会有客座导游呢？其实是因为啊，我本人啦，虽然很爱啪啪走，但是我没有去过韩国，竟然对，所以就要邀请这个 C Music 的艺术总监张新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新慈不但是在台湾做非常多的音乐剧，但他也是一个韩国通模。对，我最近发现，从我第一次去韩国看音乐剧到现在，就刚好12年过去。哇，这么的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像韩国的音乐剧现在也是发展的很好嘛，对不对？那像我们都有听说什么大学路啊之类，它是一个很像，你可以说像韩国的百老汇吗？首尔的百老汇？他们会自己说有点像是百老汇加外百老汇那样子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跟台湾可能西门町有点像，西门町有非常多的电影院，然后在一个靠近捷运站的地方，一个很大的商圈。大学路它在首尔的地铁4号线。它其实离东大门啊，然后跟首尔站都是在同一条地铁线上面。那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有100多间大大小小的剧场。哇，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是音乐剧爱好者的话，你到那边应该是琳琅满目。我个人也是非常想要去看大学路啦，可是我就讲说，我不知道到底我要怎么挑那个剧，然后我到底要怎么买票，那不知道新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首尔的话，他们大部分的戏啊，通常都会演2-3个月。那在大学路，甚至有一些戏，像《寻找金钟旭》，之前有来台湾演出过的，然后像《洗衣》，他们都是全年无休的在演出，就是一个定目剧。对，定目。所以如果大家第一次去首尔想要看戏的话，然后又不知道选什么戏比较好的话，我就个人蛮推荐可以看这两部戏，因为这两部戏一方面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非常多可能台湾人去看过分享的资料，然后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一些有人把它上了中文字幕的简短的片段，都非常有助于大家去理解那个剧情。再来，我觉得能够演这么久，其实就代表它非常的好看。Okay. 就是很容易可以有共鸣的，他才可以有观众一直不停的进去。那在大学路的话呢，因为刚刚说了100多间剧场嘛，所以他其实除了礼拜一音乐剧是固定休息的之外，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有40-50部音乐剧在演出。那这么多的话可以怎么选？要买票的话要上售票网站嘛。那去韩国要看音乐剧买票，我们就会用 Interpark 这个网站。通常我都会先上去 Interpark看，然后会有很多海报这样子，你就点开进去一个戏，然后你就会看到上面它会有星星的平等这样子。所以它的平等是观众去投的。对，他们用了一个蛮棒的方式，就是我觉得 OpenTix 或是台湾任何售票网站都可以参考一下。Okay. 它的方式就是你看完戏之后，它就会寄一封信提醒你说你要不要上去写一下心得跟打分数、哦，很像订房网站那样。对对对，如果你有的话，他就会给你一张1000块的 coupon， 或是抽可能更多金额的这个折价券。等于是鼓励大家也鼓励大家去回馈。那大部分其实我觉得，虽然韩国观众普遍颇为善良，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个星星是9.9颗星，或者是9.5颗星。那它其实之间就是会有一些差别。那你在点进去的时候，它其实都会写说，他们不只是打星星而已，就是他会先写一些贴文吧，简单的心得。所以你也可以用现在很多很厉害的翻译软体翻一翻去看这样。OK， 不过刚刚新慈有讲到嘛，如果像是看一些定目剧，可能很多人会分享，然后他的心得以及会有字幕。那我就很好奇说，这样的话，大学路那些音乐剧全部都是韩文的？对，全部都是韩文的。OK， 那如果对于我们不懂韩文的来说，我们要怎么可以了解他们呢？是要先做功课吗？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做功课。一开始其实我去韩国看戏的时候，我的韩文程度也非常非常低落，就是可能比幼稚园小孩还不足的那一种，听得懂一些单字。可是我觉得音乐剧的好处是，因为它有音乐，它有歌，然后我们一定都会先做功课去查一下剧情大概是什么。所以当你知道大概的故事，然后你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事情，那些很漂亮的舞台的美术也好，然后灯光，然后韩国演员很厉害的唱歌、舞蹈跟演技，最终你还是会获得一个非常享受的夜晚。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因为新慈去过大学，你去过几次？无以计数。对啊，都12年了，不好说。反正总之呢，去过非常多次的这个大学。可以用我在韩国看戏看已经超过120-130部。
哇 ，OK， 那相信星子对这边也是非常的熟悉。那我想讲到这个韩国啊，大家就会想到韩国最有名的美食，请星子帮我们推荐，像大学路有什么是你去的时候你觉得必吃，或是像你每次去都不会错过的一些好吃的地方？去韩国的话，一定要吃的就是烤肉。然后在大学路的话，还有非常多的剧场嘛，所以它其实人流本来就蛮多，所以在大学路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很好吃的餐厅。我自己每次都会去吃的一间烤肉店叫做村农。这家店的话，它其实是卖很好吃的五花肉，就是猪肉系列的。还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它除了那个肉非常好吃之外，它有卖 cheese， 就是会牵丝的那种 cheese， 然后是他们在江原道临提这个地方自己的酪农生产的。通常我们就会把那个 cheese 跟着烤，然后烤到有点软软之后放在肉上面一起吃掉。现在都流口水了。再来就是大家第一次去的时候，通常都一定会吃参鸡汤。哦、oh, ，对。Okay. 然后在大学路的话，有一间店叫做“院子很宽”的店， oh. 它的参鸡汤我觉得非常的好吃，也很推荐。就是大家不需要特地跑到什么景福宫土俗村啊，就是大学路的这个马堂，哎不对，讲成韩文了，院子很宽的店，它的参鸡汤就很好。再来就是呢，大家可能会想说 ，OK， 那好，当然听起来很好玩，很想去看看，可是还是有一点怕怕的。这个韩文音乐剧虽然台湾最近几年也开始有引进，可是也不是很熟。不过呢，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其实你在台湾就可以看到韩文的原装进口的韩国音乐剧哦。对，在疫情之前，其实韩国也有一些音乐剧来台湾演出过，台湾观众是蛮喜欢的，应该有点讶异，毕竟以前我们都只看得到来自美国百老汇巡演的戏，或者是来自法国的音乐剧。今年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也在大学路演出过的音乐剧，叫做《拉赫曼尼诺夫》，会来到台湾台北做巡演。OK， 而且在台湾的巡演最好的好处就是它就会有中文字幕。那它讲的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故事吗？他讲的并不是像大家想象，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一生在舞台上呈现给你看。他其实讲了对拉赫曼尼诺夫来说蛮关键的一个人生的片段，就是在他第一号的交响曲发表失败了之后，他就陷入了一个人生的低潮，写不出作品。然后在那三年里面，他就是遇到了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叫做尼克拉达尔。然后这个医生就是透过催眠的方式，告诉他说：“你一定写得出很棒的作品。”那拉赫曼尼诺夫也在他的陪伴之下，后来写出了大家都很熟悉很知名的作品，就是他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对，相信就是古典音乐的粉丝们应该都会知道说，对于拉赫曼尼诺夫来说是很有名的故事。我觉得对于那个心理治疗应该是很有名的故事吧，他也是成功的把一个作曲家从低潮拉起来这样子。那我那时候看这个演出觉得有一个很好奇的点是说，他除了主要演员是两位，就是拉赫曼尼诺夫跟达尔，他还有钢琴家。对，他其实台上有一个乐团，就是一台钢琴加上四把弦乐。然后这个音乐剧其实我在2015年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惊奇，因为小时候学古典音乐嘛，没有想过说哦，其实在这个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剧里面，他不只做了蛮多拉赫曼尼诺夫乐曲的演奏，他甚至把他写的旋律拼贴到演员角色去演唱的歌里面。OK， 所以我相信不管你是喜欢古典音乐或喜欢音乐剧，或是对于韩国的音乐文化、音乐剧文化很有兴趣的人的话，应该都可以来看这个拉赫曼尼诺夫。好，那今天小莲啪啪走非常感谢新加喜来当我们的客席导游。那我们下次小莲啪啪走要去哪呢？我们下次再见咯，安妞。